Hello， 大家好，回来了。本期的话给大家来发条地精第四角。其实像国庆节一直在更新视频，像我的话一直承受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帅气和机智，我真的好累，我真的好累。国庆节看着你们出去啊，发发这个图啊，发发那个图，我只能说我擦，我打了8天的素材。好的，那我们闲话不多说，这边开局吧。像我们视频重点的话肯定是帮，是吧，我做视频的目的不是为了做视频给观众看，对，我就是这样子的人，我是为了帮小满做广告的。虽然他已经是人夫了，但他还不是人父，等他什么时候做人父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不会帮他做广告了。这边的话，小满男装店秋季新品上市吧，价廉物美，是吧，品种繁多，是吧，喜欢秋装想要购买的可以到小满男装店看一下的。咦，上路的话我打一个发条，打一个烈士雷 DP 这英雄的话，我一般打多塔先讲对面的英雄怎么样。 DP 的英雄的话特点是 AOE 高，然后肉移动速度快，都靠装备积起来的，反正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英雄吧。我也一直很喜欢这英雄，这英雄就是一个多塔一线，目前也是一个 bug。 我觉得他其实最强 DP 的时代是哪个版本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，6.57是 DP 的最巅峰时期，当时他号称四大天王之一。因为那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？那个版本是先锋雪晶版，就是适合 DP 这个版本。那时候雪晶石就是一个 bug， 人人都出雪晶石，人人都出先锋的。那我这个发条的英雄的话，特点大家也清楚了，一个是切入能力，一个是有留等。哎，这边中路的话，飞机加那个小歪把天怒给杀了，然后小歪也被天怒吸掉了。那大家看到，已经看到我们打职业的，要打职业的大神光头弟带一个小歪。那我上路的话，一打二的话，应该也还行。这两个没有击杀我的能力吧，说明这盘的话，在烈士炉应该混的还是可以的。像他们这两个的话，除非牛头把我分到，分得死死的，但是我有圆盾，想杀我没那么简单。但是补刀的话可能有点问题了，毕竟他们强势点，我偏弱势，我是弱势群体。像我这样的珍稀动物，大家应该要保护，一定要保护。哪天我饿死了就找你们，讨点饭吃。最近也是很多那个淘宝店主联系我啊，但是怎么说呢，我广告也不是说轻易接，我还是要挑一下的。但是好像挑着挑着，我都不知道多少广告费了，所以挺头疼的。想想算了吧，先暂时先不接。哎，我擦，他这边运机了，算了，给他先运吧。不然的话，我上路如果有个瓶子的话，那就有点生活有点幸福了。不然的话，还是先这样上路先混的吧。下我这个英雄对面中路天怒，我说实在的，你如果是发条，对面是天怒，第一件装备毫无疑问，想都不要想，刃甲，打天怒就出刃甲，尤其是这种中单天怒的话，一般是打得比较肥的，而你有6级或7级之后就找他打，然后他的话，他跟你哪怕跟他一换一都是赚的，哎，跟我谈死你。这个飞机是个游走飞机，哎，看来我上路的话补给不是特别多，我这盘是一个 Rapik 选出来的，所以说我这盘经济的话应该也没有说特别的出门装属性，赶紧运个瓶子魔棒，不然的话上路真没法混了。其实生活的话还是如此艰难的，但还是要过。你像对面如果牛头一个板 DP 一个波，那我可能就死了。像我昨天晚上做到梦，我梦到自己五狗齐飞飞不出来了，妈的那个梦太可怕了。我梦到我五狗齐飞键位忘了怎么操作了，你敢信？这种情况的话以前根本没有梦到过的，难道要暗示着什么？这边有瓶子的话就好很多了，不然的话你这个太头疼了。因为补给问题的话，你烈士炉其实下个版本的话烈士炉可能更好混一点嘛，因为下个版本的话是双速必刷符，所以说早点去控符，就不用去运瓶子什么的。
你这个版本的话，下个版本是膀胱版本，像他们都打成了一个平局 ，A 队打那个 C 九打成了一个平局，我真是和他打了八年，应该八七年多了吧，第一次看到有平局，我真是醉，打得跟下象棋一样，下出一个平局来。我现在是五级快六级了，去上路看一下有没有符吧。哎，牛头这个时候想过来怼我，那应该是他是怼不到我的。哎，天怒应该是能把小歪单杀，所以说我只想说职业路漫漫，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啊，一步一个脚印。啊，我操！哦，辅天怒只控了一个双倍辅，那我只能说这盘好像光头有点惨。那我上路的话，应该现在混的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烈士路打一个十八个刀，我觉得很满足了。这样的话，运鸟记得用血斧的剑，不然的话中路直接插过去被人拿了都不知道。尤其这种上路，其实一般说实在的，打中他们敬畏喜欢去上，天灾也喜欢去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如果让我抓，我就喜欢去的，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吧。你喜欢抓上，我也喜欢抓上，因为我觉得上路这个地形有点傻鸡。下路地形比较好的，但是下路地形下个版本就变不好了。开局一杠五有点不对啊，我们一杠五，我现在杀 DP 的话得看他位置了，如果兵有点多的话也杀不死。这小歪有点靠上来了。其实我以前是吧，我说过一句话，曾经我有个梦想，我要拯救这个世界，后来发现这个世界都拯救不了我。哎呀，我好完了，这肯定死了。麻了个鸡，就这样把我杀死了，这好过分啊！这天怒就这样过来了，所以打楼塔是吧？视野很重要。今天小唐这个 WD 是一个很漂亮的妹子。叫石榴女王，长得不错哦。哎，这边我看一下能不能跟他一起杀下 DP 吧。这个不杀 DP， 这有点生活过不去啊。看一下呢，有没有角度勾？好像有角度来了。我擦，天怒来了，我感觉是时候走一波了。我看能不能救到他。我这看打走还电，赶紧 A 出框。完了，我死了。光头，希望你不要死。光头希望你不要死，只要我死你活着就好，带着我死去的人的遗志慢慢的活着。我感觉就像我说实在的，我虚岁，我不知道周岁是二十七岁，虚岁是29岁，光头19岁，我跟他差了十岁能一起玩 DOTA， 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奇妙。如果是像现实里差10岁，我操，根本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玩，差个2-3岁基本是差不多拜拜了。我感觉上路已经不是人去的地方了。这个天怒刚连蹲了2次，把我杀了有点醉，那我先往中去。飞机这样也是死的，没办法，他走不掉。他前有大后有杀，我看能不能跟天怒去找机会换一波。他等级的话是9级，有点高，我如果跟他换一波的话，我能连升2级。哎，牛头看有没有机会，我先大到 C1， 中路等 CD。 牛头的话好像天怒在往下路靠，我不知道他想什么，他可能想下路抓一下，那我又想炸中路杀牛头，有的时候生活就这么纠结。先导弹一下，看一下情况吧。我们反正发条也是一个，哎，上路的话应该能把军团杀死。发条是一个河道杀手啊，河道杀手。哎，大家看到没有，右边的天怒我看到了，四手已经盲勾 nice 勾到，四手跟他一换一了。你打我，我知道你没有大，他没有大招。因为我为什么有自信跟他去打呢？因为他刚才是没有回过家的，所以他的魔法的话是肯定不够放大的。你放了大就放不了其他技能，你放了其他技能放不大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。我这边导弹往上直接炸上去，因为 DP 没什么血了，散弹也进去。哎，我们这边好多自信玩意啊。飞机的大招，火枪的散弹加我的导弹，感觉都是远距离高科技，又火枪又飞机
又这种导弹，感觉就是那种比较现代化的一些那个现代化的一些英雄，现代化高科技。先出个甲吧，对面的话出个甲 DP 大也没有 DP 大是偏 DP 大是物理伤害啊，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DP 大是物理不是魔法。我慢慢走上去吧，现在第一步 TP 上去也不太好抓不到，那走上去到队友差不多也可以 TP 上去了。我看情况要不要去支援一下这个火枪，他应该是他是相位型嘛，然后躲掉了那个天怒大招，移动速度快还是有点好处的。这天怒好像这天怒哦，隐身服天怒，隐身服天怒下路第一批，我看队友能不能一起下去把他干一次。哎，我 TP 他应该看到了，那算了吧，那就下路发育一下。这一次走上来去下路发育还是看起来有点伤的，其实发条很重要，是一个节奏吧。我开局连死两次节奏不太好，但是我现在慢慢把节奏找回来，慢慢就把节奏找回来。像之前的话杀天怒那一波就是节奏，天怒吃了隐身符的话配个牛头这么跳的话，其实中路大家看应该天怒是肯定在的，这是有真眼，果然是在。我说实在的，天怒肯定在。哎，这边我看情况，找机会一勾 nice。 哎，这是我杀 DP 了，我不杀那个了， DP 正好杀点。哎，导弹 nice。 哎 BH 不要牛头别板，牛头别板 nice， 牛头没有板。那这样的话我们把那个天怒跟火箭全部带走，然后又他打板牛头，那牛头应该也要死，军团也要死，导弹能不能收割一下。哎呦不能收割。那这一波的话是他们一个一换，是他们哦小 YWD 二换四，那这波是赚翻了，可以说是我吃了很多技能，还好牛头刚才那个板 CD 的，不然我真要黑。这样的话一起 TP 出去把那个中路拆了，或者直接去上路收下钱都行，这个时候选择有点多的。你像火枪的话是一个魂戒推塔流，魂戒这种是魔法，基本是可以随便放的，主要是散弹吧。现在的话，对面这种都比较偏脆的，散弹杀伤力也是那个可数的。像第一批的话，没有出到风障，那个移动速度还是没有想象那么快。风障第一批那移动速度真是不得了，不得！哎，中路牛头直接大一个板，感觉火枪也要死啊。咦，火枪竟然不死哦，他们的输出已经不足了。那这样的话我过去看看他们。哎，上路天怒，咦，过头被天怒杀得到，只能把天怒逮一下了。你跑，你不跑我就勾你，我就说嘛，你天怒也是想着走位，他十一级，所以说我就找到对面这种偏脆的点一打，快升两级了。所以这样的点的话是大家打发条一定要注意的，就哪怕前期节奏有点点不好，但你如果抓住这样的点，像天怒啊小歪啊这种脆皮法师杀这些东西，然后你扔甲一走早点出来的话，基本他对你没想法的。这也是中单，这也是为什么天怒只有在路人里才出现是中单，如果你是打职业的，或者不可能有天怒中单这种东西的，因为这英雄就跟拉比克一样，他能力是行的，但他其实最适合他的位置是辅助，因为本身你再怎么屌，你高的是爆发，但你脆的是血，你血是脆的，但是血这东西我不知道是读血还是读血，这个刘奶奶，不，刘奶奶喝牛奶。像有些不会普通话的人就会说牛奶奶喝牛奶，那肯定不行啊。哎，这边中路看有没有机会，我先 TP 到这里。哎， DP 直接走了，这 DP 好机智啊， DP 你是好。哎，这边中路看有没有机会勾 DP， 我是一个，哎，就是你 DP， 就是你。吹风有用吗？吹风有用的话就
发条就是吧？那这样的还赏金没杀死巫医，那巫医可以 TP 的，好吧，巫医 TP 了，是吧？这叫巾帼不让须眉。虽然他是女孩子，但玩的还是不错的。我这边中路再继续看一下，带过去把塔破一下就有刃甲了，这塔很关键，这塔很关键呐，这塔很关键。我们这边团战推起来还是可以的，这些都是高科技的东西，什么棒子啊、散弹啊、导弹啊、飞机的导弹啊之类的。火枪出了把跳刀，跳刀火枪的话就是一个寻找很好的位置放散弹，放大，然后再出先，相当于是一个先魔后武，魔武双修，魔武双修，跟我上次的火枪第一视角有点不一样。我那个火枪第一视角是纯物理，纯物理，屌的一笔，纯物理。这种我差一个兵就认假了。这光头不懂事啊，我差一个兵认家了，你不懂事啊，我差一个，哎，这里有个兵 nice， 你看这飞机就没抢我的兵，你看飞机是路人，他都没抢我的兵，我跟光头是开黑他抢我兵。哎，这边应该有人从右边过来了，但这样的话不急不急不急，我认家运倒就可以上了。说实在，发条这个英雄你千万不要怕死，找到好机会就勾。哎，这个机会非常好，勾刃甲开起来，全部弹弹弹弹，这天路直接被他弹死了，把牛头也空血了，然后这个军团也要死。这样的话我一个人换了三个人，有些人就觉得哦，我不能死。我其实对我概念来讲的话，如果你一个人能换到对面一个人比你屌，或者两个人甚至三个人情况下，我跟你讲大胆的上吧，奔跑啊少年，就不能怂，做人一定不要怂。如果你一怂，如果每个人都有怂的思想的话，那完了，那完了，是不可能有前途的。人人都想打收割，这游戏就已经不是那个游戏了。我这样的话，因为对面魔法输出很多嘛，倒是走一个那个流浪斗篷，流浪斗篷，魔法输出像牛头的 F，DP 的波，军团的 W， 赏金的 T， 天怒的所有技能。所以，机械装备出什么大家应该懂，出笛就出笛子，增加自己的一个生存能力吧，生存能力一定要注意。火枪都走了单刀。慢慢把移动速度攻速补上来。其实火枪本身的一个大二技能爆头那个伤害追加有点高了，已经是追加到了90点了，已经是那个其实90点已经很变态了。你像我现在也就攻击100点，他爆一下头就，哎，牛头弄过来，军团弄过来，我这边刃甲一开，开个波，洞房花烛，哎，这直接死了，顺便把那个 DP， 把那个谁啊，把那个小歪救了一下，他们过不来。我这边在等待，因为我大招已经好了，洞房也好了，然后弹幕也好了，我多好了，我在等。其实像发条的话，如果真勾空了，大家也不要在意，因为这英雄的话怎么说呢，没有百分百的，我一直觉得是没有百分百的。我在等待，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。我的心，哎，牛头的下路看有没有机会把他勾死，看有没有机会把他勾死。他好像跑了，应该下路是有眼，我放个塔后，塔后导弹看一下。这边再看一下，哎，这边 DP 我勾过去，我框起来，我刃甲还没开，刃甲开起来 ，nice。把 DP 先杀死，但这个时候的话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我感觉我要黑，感觉我要黑，我感觉不要嘛，不要嘛！完了，被沉默了，赶紧一踩一埋！我不掉钱，我不掉钱，我不掉钱！这沉默有点高的，其实这波的话，但是我们也把敌方主将 DP 给杀了。DP 在他们这边的话，应该算是一号位吧？一号位，我们三号位跟四号位打换一个一号位，按道理来讲的话，应该是不亏，不亏。
牛头是跳到了。我们暴起团来的话，走位好点，应该是跟对面五五开的，都能打。他们这边也有先手，也有 AOE， 也有控制。我们这边也一样，我们这边也有先手，也有 AOE， 也有控制。主要是拼的是走位，拼的是输出技巧，拼的是技能跟装备。一逼的话，走一个应该走一个血晶石路线，吹风血晶石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吧。也是个比较常见的一些东西。我们这边只要小歪插个大，立马一座塔。小歪插个大，立马一座塔。等我们六个塔，我挑战就出来了。哎，完了，牛头没有被围住。我看一下，追过去，好像算了，因为牛头这东西的话，有跳刀，又有 TP。对面的话，两把跳刀确实刷你还是不留情的，毫不留情。哎呦，刹车刹不住了，我刚想过去，刹车已经来不及了。但是，我被吹起来了，我会怎么样？我的结局会怎么样？我这边甲先开起来，他也往后退，我也往后退，先退。这是一个掩护道具，但这个时候牛头大是没了，应该是。我们不急，火枪在里面，但是火枪。咦，对面已经知道火箭在这里了，那这样的话天路是出不去的，飞机导弹炸进去看看能不能打，打不进去这边一个大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哎，别去，他是没隐身的，这边正好有人战鼓开了一下，我这边直接先走进去把那个先杀死。牛头还有牛头，不急，我这边刃甲可以搞机会开，刃甲开起来，牛头板死，天路弹死。天路正好打我了，他也没空血的，然后牛头正好打我了，他也是空血的，我能说这家 BH 这不是一般的刃甲，这是神甲。这盘就是一个偏三号位的带节奏，那我这样的话就可以出到那个笛子了，不，那个挑战头巾。有了头巾的话，那你整个人的话会好很多的，因为毕竟对面都是偏魔法的，耐扛就是一个男人持久力是很重要的。怎么是拿这个东西，但是好像少一个350。我现在跟队友一起，说实在的，这种局的话就一定要节奏抓好推就行了，因为火枪这装备是偏推的，跳刀、单刀、相位跟那个就不是刷的，是推的。只要我们棒子能插下来，这世界就充满的爱。我导弹一炸过去了，他们对面就跑了，应该不会打这个吧？不过军团如果攻击有到200左右，打肉身还是分分钟打掉的，就是慢了点，还是能打。所以我们导弹还是要看一下的。我打军团打到200攻击，一个假腿一个盾，就是可以打盾打肉铲。这一波的话，哎呦，你这个开着雾放个电，真当对面不傻的啊？对面不傻的吧？直接中路插就推就行了，也不用绕，也不用弄那么多花花肠子，就是一个大。就退了，哎，这天路，哦，假的，这也是假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导弹这边炸一下吧，感觉从那边过来的。哎，这天路是真的，但是算了，不过这个芒果有点过分了，这芒果有点秀的成分了，好像没必要。哎，这边估计对面有点人的样子，那我不可能一马当先啊，我肯定跟着队友打啊。虽然我这个血只有1300多，但是我很耐扛，护甲也有12点，刃甲也该加护甲的。这边打了一下就15级了，
就你这个整体战术要跟那个你这个队伍的配置啊，你像这版我们是偏火枪小怪是偏推进的，那就推，就是你的战术跟你队伍配置，有些战术是战术很多种，一种是推，一种是带，一种是刷，就是很多种多种，一种是刷人，就这就是罗团魅力多样性。我们这边唯一注意的就是牛头的跳大，这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我导弹一箭一般偏后面和哪里炸，这个时候不要摊兵啊，这个时候视野很重要，导弹有个持续视野。他们感觉像要守的样子啊，不是吧，都打成这样了还守，你别骗我啊，我速度多少，不要骗我。上牛头赏金，哎，这样我们直接高地一插，哎呦赶紧插，他小怪应该要死了，哎，把他框进去，让火枪 A 死，框打出来，走位好一点，因为对面有个牛头，不急不急不急，导弹炸一下。嗯，牛头牛头牛哥哥弹一下，再见牛哥哥，这个塔好像是，哎，这个龙鹰好像有点逗啊，龙鹰有点逗啊，我们这边火枪，哎，这里他是没有隐身的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但是好像还想推一个推波，哎呦，这个好像我的血量有点少，但这个时候逃跑不要慌，看一个框塔出去，我这边有那个，他没催我，那我先 TP 掉了。哎，说是死那是怪 BH 刚刚一刀，那打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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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军团来了，打不死打不死。嗯，这六女王买了个宝石给我，那我只能带下了。一个女人给你买一颗宝石意味着什么，你们懂的。那我这样的话先打下野，我这里有笛子，我的耐扛性又高了，笛子是400嘛，那我相当于是1800，而且1800里带的是魔抗比较高的，不吃魔法伤害，不怎么吃魔法伤害。中路牛头一直在刷钱，其实我们下路只要棒子插好，下路高地就可以破了，没那么难的。其实我们小怪是 A 仗打 ，A 仗打的小怪输出真是很可怕的。小怪 A 仗飞机都是飞机，也是刃甲飞机，这飞机有前途。知道这个时候刃甲才是很关键，因为对面都是偏魔法输出的，只要我们刃甲开起来，对面我有时候在。下班的路上想过，如果五个人都开刃甲，而五个人血量都比对面多，那对面怎么跟我们打团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如果对面五个人血比我们少，而且我们这边刃甲全部都有，那打团不是分分钟至少把他们全灭吧？除非他们不想打团。哎，这边天怒，哎，天怒隐身符，哎，他不知道我宝石，所以这个宝石买的真是好。他不知道我宝石隐身符，我刚也没勾，省一个技能到推高地时候用。那这一波的话高地是没问题的，这波高地肯定没有问题。但如果小怪没插到大的话，那就有点黑了。咦，小怪大直接插下来了，诶，赏金，我勾，我插，我靠我靠，赏金你可以的，好吧，那算了。我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我只能说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。像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急着走，对面视野都没了，他们会以为我们打盾，我们这边只要这里一站就行了。像这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战术，我推了对面的塔，我想去打盾，但这个时候你要换位思考，我打盾对面会来推，那我就在这里抓，对面肯定被我们抓掉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换位思考。
这是一个很哎，他们 DP， 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姿势吧。哎，天龙这边差眼了。哎，这边左边又过来，笛子一开，哎，军团打我，我去，好吧，我枪正好躲了一个闪电的技，那有点厉害。这可能是不经意躲的，应该是不经意躲的，直接一个狙击，咻，咻，咻，咦，好吧，那这样的话就别去活下来了。他带了宝石，这样中路直接可以推就好了，因为下路有线，然后小外也有大，中推中推，直接中推，直接中推，不要犹豫，直接中路插上高地。军团竟然大我了，这个军团真的是越来越有想法了嘛？年轻人想法是好的，高地还是要破的，直接推高地就行了。这波小外大招一插上，但小外不要死啊！你避开了大招，也许在后面。应该问题不大，这波的话我直接带一个粉吧，这样的话只能破掉一座塔，可能高低破不了。哎，这个鸡死了，这个鸡怎么连死两次啊？算为什么？哎，军团我怎么可能舍得让他死。哎，框进来，扔甲一开，砍砍他，他不敢打我，那我跟这边先换掉换掉，这边撒个粉，还有你想走斗，这边的话我把军团跟那个 BH 打死了，队友火枪的话一直在输出人头给我，好吧，他玩那么说的，他三杀我两杀，那这一波的话是把对面五个人全部团灭掉，但是大家看我们的鸡他不活了。这史多塔里目前的话也是一个 bug 吧，有时候杀一只鸡算两只，然后还觉得鸡还活不了。哎呦，还好鸡里没东西，鸡里如果有东西那不是真的是连一黑。哎呦，现在比分的话37-28，我们领先9个人头，人头还是比较接近的，主要是还是讲的是一个单个推进节奏吧。上路搜一下，现在两路了。有一天我也在想，如果我不更新视频了，我会在干什么？其实做视频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了，这一部分是吧，很重要。大家要看，一年七，我一年365天。我3天一部视频，我一年要做120部。我现在做了3年，我做了430多部，440部了应该是。然后我以前是每天有时候2天一部3天一部2天一部3天一部，我现在那个然后是应该是3天一部吧。现在2天一部有点难了，因为本身 DOTA 怎么说呢，对局啊要求越来越高，可能大环境没那么好吧，大环境没那么好，大家感觉我视频应该很好录，说实在的挺难的，而且你像我录这么多种的话，我要打劣势路，打中路，打 C， 打野，打狗头，很多都要打。我其实这几年，哎，这边是一个机会，这边是一个机会，这竟然是真的。这竟然是真的，我他妹的我都以为是假的了。大家看看那血掉的，哎，中路的话火枪被军团给抓死了，鸡一直在176秒。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上路这个塔先带掉，然后找机会吧。我有推推，哎，这边的话他直接开大，他想打，那我这边先扔甲，先不开，不急，他有 BKB 的，不急，
那先把他开始导弹炸死。这个牛头来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牛头开个大，人家那时候我在，但是我有功，我不急。算了，还先走吧，感觉打不过。我跟十六女王两个人好像总感觉缺少点什么，缺少那种情调。不要走，鸡死了呀！是时候把它关起来洞房一下了。我擦，他竟然打出去了！好吧，秒懂，秒懂，他不想跟我过。哎呀，日子啊，总是这么的难。从来不知道女人需要的是什么。好吧，她还是陪伴我的野怪吧，说多了都是泪，说多了都是泪。我撒个粉，这边直接买个那个吧，回家买个。其实像现在的话，说实在有两种选择，你可以买绿，可以买板甲，也可以买那个，反正其实你想出什么都水都行，板甲也行，因为板甲转系吧，而且现在的话魔法抗性挺高的，再把物理抗性提高一点就好了。我们的机里面有5000块钱啊！我靠，鸡被赏金吃了，鸡。哦，这些字的话小朋友还是别看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一波可能就是我们整场的一个决战了，决战紫禁城之巅，决战了。大家看走位，哎 DP 这边遇到我，笛子一开，这边开了 E， 直接把 DP 先秒了，小歪一个大直接把他围掉了。对面的话军团在这里，我要推推勾拉勾拉框进去，火枪输出，哎，想走，牛头在找位，但是我会给他这么容易大吗？这边天弩，哎，人家开起来进去弹一下，但弹不了多少血，没弹到的。牛头，那随着这样的话，也本期视频也是，哎，慢慢进入到尾声了吧？因为这边已经推了，后面是谁啊？后面是赏金。其实在这短短的40分钟里的话，应该有人觉得其实时间过得好快啊。我觉得时间确实过得挺快的，40分钟，擦一转眼就过，一部电影就90分钟，大片就120分钟，是吧？我看的一般都是1.2剧，然后两个小时吧，两个小时的那个动作片。这边在找机会，我先不急杀，队友都没在，我上去就是卖啊！不急，他们还想打，你想打我就打，看你还有什么话。我要保护女王。哎，他们这里排眼，那这一波的话，他们排眼说明判排了还想打，他们已经是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，哎呀，过空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被标记了。这边他肯定要开大过来，牛头怎么不大过？牛头可能被人打断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军团，算了，好多人呐。老牛呢？哎，这里老牛呢？洞房老牛，好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数据的话，11杀50，19助攻，也是比较完美的吧。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我的第一视角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